哟嘿，你们吃的啥？你们这么多人去没吃好的吗？我没吃饭呢。我不想吃，我戒饭了。好好戒。今天很无聊，啥都不干。啊？什么啥都不干？啥都不干呢？今天。为什么啥都不干呢？因为懒。真的是一回来就在这里到处放水。这个又不给很多，我真的哭了。也是说他不公平吗？这给多他都要那个喝吐了，这个都没有喝。喝吐，那个喝醉了，你应该说他。这个里面是我从四川达州带过来的折耳根。然后我留了一点就栽在这个里面了，种在这个里面了，现在长得很肥，这个折耳根。这个是我在抖音上面买的那个什么巨型南瓜，你这样的话就不能买了一包，然后现在就发现只活了一个，不知道能不能长出巨型南瓜。真的是这个女的，你有这心情帮我把车洗了吗？有这个心情帮我把车洗了。我的车也脏了，有灰尘，可以洗了。啊，好不好？啊，可以。那你洗啊？给多少钱？又是钱，能不能不给钱？请吃什么？请吃什么？请吃雪糕。请吃雪糕行不行？能不能升级是什么？就是喝可乐吧。喝可乐吗？高一点，天天的。那我跟你说，我直接给你大方一点，请你吃个雪糕，再喝一瓶可乐，不行不行？我不喜欢花心。不，那就请你喝可乐 ，OK？ 就这样愉快的决定了，啊？来，我把车开到那里去啊，把车开到那里去。我们不能在这里洗，在这里洗的话，等一下这个水就流到隔壁那一家了，然后隔壁那一家等一会儿又要骂你了。好不好？要洗干净才有可乐啊，不洗干净没有啊。那 OK 不？我喝不喝一心你，然后你洗呀、啊？不这个不好商量啊！你再洗啊，你负责洗。你可以找帮手，但是可乐只有一瓶。啊、哦，可乐只有一瓶，如果两个人洗的话，就两个人喝一瓶。三个人洗就三个人喝一瓶，你真的是太抠了。要勤快，不然以后找不到老公就活该了。啊，快点！你这个有点正式啊，把衣服都换了，穿个短裤去。高一点就到你身上去了。没事，变妈了，这样子是。让你凉快凉快。你刚刚还好意思说，等一下就到我了。你叫我的呀，叫我给你弄的呀。你是在洗车还是在躲猫猫？可以了，很干净了，很干净了。你今天的可乐到手了，可以了吗？啊，洗脚，来洗洗脚，已经很干净了啊。
今天跟老板大方的说一声，我们要买一瓶可乐，好不好？好意思说大方、啊？他是不是看到我拿着手机，以为生意大生意又来了？大生意又来了。可乐一瓶。这瓶可乐是你自己赚的，不是我请你的啊。来，买单。给。七万。七千。我有一万的。OK 了，今天拍视频一个大生意，买了一瓶可乐，剩三千再拿个什么嘛，剩三千不想拿，那就花七千，花了两块八，两块八，然后洗了个车，这个生意还是可以啊。这样的话阿坤也赚了一瓶可乐，我的车也洗了，我也赚了。嗯，漂亮漂亮漂亮。妈妈说你说你就赚进一瓶可乐吧。怎么了，嫌少吗？你也可以啊，你也去洗，洗了可以给你买呀、啊、嗯，真好，孝敬妈妈，买瓶可乐都要跟妈妈喝一口。 OK OK 你来 OK OK Goodbye 拜拜拜拜。